右翼。没想到他的灵魂竟然被人下了禁制，差点着了道。这里是林河村。来吧，都成为我打开死机界的祭品吧。是你吗？能为神国的伟业做出贡献，是你们的荣耀。神国光芒会永远照耀你们。还有其他人进了仙门？小郎君，好久不见呀。